想媒体的朋友应该认识啊，这个东西，这是九哥的云中君的面具。我们在火灾的现场里头搬出来所有九哥的面具，我们以为他烧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发现装着所有面具的这个木箱呢全部炸开了，可是所有的面具都在。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云中君的这些飘带继续在舞台上飘扬。Gracias.